那来一个波波吧。哎呀，我们打谁呀？我们又打洛手啊！这轮打洛手可不好打了，这。这个世界需要希望。我坐儿，我征服者满城啊！想好了，想好了，逃闪。这个 Q 闪还是可以的，出内圈闪。不过落手的 Q 闪，说句实话，确实不太好判断他到底往哪 Q， 你知道吗？这个要求你对这个闪现的距离把控啊，要非常到位，才能行。这收割兵，玩了，我溜了，这咋整啊？这些兵啊！贝贝，要不我把伞交了吧？把伞交了。我关键我差点钱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挺烦人的。我差点钱，不让补。哎，来梦魇，给我上！把我换了吧。没有 Q 了吗？哎，这回钱够了。别怕，我来了。呀，这回我们的钱够了啊！他们的阵型，好，不仅钱够了，我们还能额外买一个小血瓶。哦，我出错鞋了。他要出出来水银之靴，直接就吐血，直接爆炸，一千来块钱白花了。哎，哎，这为什么会抠到两个人啊？我感觉他没有抠到我呀。干啥呀？这啥意思啊？是有人啊，还是咋的了？有什么好怕的呢？哎，不是，这有什么好怕的呢？根本这就不用怕呀，兄弟呀！就
救命啊，这回不行了，这玩意儿跑太快了。两把攻速，一个洪水晶啊。这落手啥意思啊？往这儿走来，这家伙他升六了，咋整啊？这不好杀了呀！我要回到我的线上啊！嗯，那你咋回事啊？你就即使你升六了，你有资格这么嚣张吗？这，你拦够吗你呀？啊？你就升六了，你也不能这么嚣张吧？这瞎子怎么回事？这瞎子，搁这干啥呢？这都啊，这都干什么？这一天天的。兵不要了，我这兵一直搁这卡着，你没发现吗？好补蓝林汉，这怎么回事？这又过去了。打不过我们，我们有红。这玩意儿这么恶心吗？我天哪！太磕我了，这给我写课呀！这拿个红都没干过他，我天哪！那小子出装也挺厉害的，出了一个锁子甲，加俩小护甲，加个皮鞋，我操了，他整他妈一身护甲的，这是要跟我玩命啊！这我看看啊，黑打黑打，我来了这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收波兵吧呢，咱也没东西干了，这也就只能收波兵了。一会儿再给我整个金鸡背心儿，再给我整个，哎，行吧，其实没啥用，没有伤害。现在虚区还是差了点儿，攻速稍微是有点慢。啊，大腰带、锁子甲、布甲还小布甲、多兰盾。来个蓝宝石，算了，不来蓝宝石，来攻速。别怕，我来了！冲啊！哎呀，不补了，
这么地儿吧。那落手指定是上去了，我们把他打鼻子了啊。我们三项了啊，看看这蛤蟆去哪了，吃个石头赢，不吃白不吃。拜拜。往我身上飞呀，刚才给我加口血呀。这好像打不过呀，这咱们来一个神域透镜啊，16-14，这把还不是那么很好打，发现没？但其实我们家阵容比对面好的好很多，好的多的多。哇、哦！哎呦！哎！我打死他！枪毙了！恶人终有恶报，知道吧？终有恶报。俺我要没用，算了，给你吧。先来个黄叉，然后去打小龙。这波小龙得干了啊！我们得打波小团战，把龙拿掉。别的可以不拿，但是龙一定得拿掉。好、哦，对面准备不想要了，那我们去上路，看看这个叫什么玩意儿来着？永恩啊，能不能杀？直接杀。没打出来，对面人咋没了呢？没事，不管他们啊，我们就直接推。这就是一个单带英雄，这家伙咋这么老骗人呢？这，哎呀，这瞎子给我踹回去了，没想到啊。我以为他们家都挂机了，没想到他们正在谋划一场这个谋划一个惨无人道的计划。策划着一起杀人案，把我拘进了长城，把我拘进了高地塔。你再来个暴击吧，我们得团一波啊！这有什么不追的？给我追！盖伦配猫咪，我操！我这不G2战队吗？
先走啊！来来来，上我身来，别急。我想一想能不能打啊？这波，这波应该能打。先进草丛里边，看看有没有人追啊？等。你给我加血呀！我血不满，为啥不给我加呀？好，机器人把自己给减速了，然后我们把他给杀了。给拦了啊！给拦了啊！给拦了啊！喂 ，Hello，Hello， 一只咪，能看见不？哎，不知道因为什么就斗鱼伴侣直接崩溃。直接就崩溃。能去了他不能去他不能。这波啊，让对面推，我们直接去中路，去中路断线啊！哎，对，你们拆，来来来，你们拆，我看你们没兵线怎么拆啊、哦？我们拆中路。走了。有个红，把红打了，把吊弹打了，然后现在回家啊，这落手刚好在这儿断兵线，让他断啊，他一个兵线他也没有，他们家这瞎子以为我走了，其实不然，我根本没走，小老弟，你给我死，这小破机器人，修钢。修钢还修钢呢？怎么修钢？我看看，我看谁敢修钢。打个蓝去，扫描一下啊，蓝，把蓝拿了，然后我们再下路。哎，打不过他呀，这也你不呛，这人太肉了，这人蓝盾加上那啥玩意儿来，真肉啊！所以我们也得肉起来，来个锁着甲。别跟他走了，你赶紧跑吧！哎呦啊，好像能打，那拼！国王
打个屁。我来中路救一波小黄毛啊。来。啊。王大宝。你咋这么讨厌呀，你就非得要自己死。行，那你就死。你救吧。跟我来，来跟我来，跟我来打大龙来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该来了。啊，有眼儿没关系，不急啊，不急打，我们再带一波线儿。那能，这能直接过去吧？我感觉不能。其实那永恩跟机器人一个价，你知道吧？哎，那谁干啥的呀？那谁打的兄弟？你觉得你就再用还能怎么样？啊？还能怎么样？哎呀，这瞎子这一脚确实是有点痛哦。来这边啊？那打谁去了这呀？半天。把他杀了。那瞎子那一脚踢的我有点疼，那一脚踢了我四五百，我估计。区区瞎，早不帮后边打，早他妈去追那进去，那进有什么区区呢？算。我发现俺们还得后上，别让那落手先干我们，就跟那梦魇先把这落手给他杀了，烦死了也。再来个板甲，再来个反甲，我们也不急了。先把中塔拆了呀。对，你们就打啊，勾引一波，我在上路继续带。我等级不高，你知道吧？这把掉线儿了。我为什么抽我？我就想问问你，为什么抽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你大爷！又是这个蛤子。不过我们一个 Q 加个暴击把他秒了，还行。可以接受。来个智慧墨印，你咋不让我出个帽子呢？应该出个帽子。一个抽死了，哎呦我！需要希望。两枪，不是一个抽，这是两枪。我准备好了。
艾伦蓝切 Q 是必暴击，为什么不要呢？谁跟你说蓝切是必暴击的？没有哪件装备是必暴击的，除了以前的那个神圣之剑，必暴击。打不着，我的队友全来了啊！你想好没？你想没想好啊？我们家人可都死了啊！你这猫咪应该跟盖伦走，你猫咪不跟盖伦走，我们怎么成为七二战队？哎呀 ，MVP。